标准，就 M L 轴，就是跟猪鼻子似的，就是那种特别矮的一个，对，两边翘起来一点点。对对对，但是那个是有问题，就是你触碰边缘的时候会有卡滞感。然后他们就说这不行，我们不能用 M L 轴推笔记本是吧？所以我们就用，就是他们就研发了这个，就是基本上故事背景。就是薄是吧？在薄的基础上，进程没有变。三毫米，就是少了一毫米，但是手感极度类似于红轴、哦。你可以看看那边的光滑。所以它真实是什么？是另外的，原来没有。它里面结构完全不一样。哦。这个是轴体。而且忘记点了。你底下这个红轴，这个是这个 low profile， 这个就是对它手感基本上是一样，但是可以做的超薄。就是、这个是红的吧？对，这是红轴，你可以试一下手感。然后这是这个，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就这个就太棒了，真的。这好像略重一些，这可以调，这完全可以调。这个是重一些，特重就换防滑就好了，这完全可以调。现在中级的手感还没特效。然后这个还加了那个静音环，静音环也在。对啊，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静音环如果取掉的话，还会更通透，手感更好。这什么时候发？明年 Q 一，现在已经开始接订单了。明年 Q 一啊，就是现在已经在接订单了。也是你们首发，跟我们没关系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发。我们主要卖键盘，但是可能他们发了以后，我们再过几个片会出一版，就是极简的，用这个轴的极简键盘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没有边儿，没有角，特别薄的一款极简键盘。对，我们的这个特别好。我都没想好，就折叠光兜儿，就这个轴，它最牛逼就牛逼在它键程少了一毫米，但是它我这一个工匠一年就能做两百把，就是有的企业那种，就是如果你档次多，我们就没办法，因为你招太多人的话就不行。这就是那个官网，对，就是你所有的设计，它有一个设计码，会自动生成一个设计码，然后如果好的话，我们会把你贴在那个推荐页，然后您看到了它就会买，对，买了以后我们就分你钱。哦，分设计费，但是我们必须确认这个东西是原创的。哦，还要提供版权。对，就是你同意。我键盘相关，因为你要经常用嘛。防掉色我们就用热升华。然后这个就还好，我们就用 UV， 然后 UV 更细一点。然后这些都是热升华的，就很累，做一台很累的。对。现在那个网上卖那热升华的键盘，一个几十块的。不，你不是选那个四种轴啊？是你说这几个我要青轴，这几个我要红轴，你自己点。啊，里面混轴，这个是怎么了？这是投币，然后可以帮你把商家的这个金币给它压成名牌，压成名牌，压成名牌，名牌哦。这我再开始啊。好，这样。